现在大家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个牌夹到底是如何干什么用，怎么使用。本身这个牌夹自己啊，它没有任何的魔术效果。这个牌夹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？因为牌夹有很多，有我们这种喷漆的呀，还有这种天然的这种颜色，我们雕刻出来的花纹有很多都不一样的，有什么幽灵的、魔鬼的，还有老虎牌夹都有，每种都不一样。这个牌夹是怎么用的呢？把这个牌给我。因为很多魔术师在表演魔术的时候，他经常会洗牌，比方我们洗牌，谁来洗牌？这个牌洗过以后啊，它就会会弯曲，这样会弯曲过后呢，就导致魔术师会做一些什么开散啊，还有一些这个牌的记忆的话，它就不容易做了。那这个牌夹是起什么作用？当魔术师把这个牌玩过以后啊，它会比较弯曲不直，那我们把它装到牌盒里面。放到这个牌夹里面进行矫正，装到里面过后，它会把这个牌啊进行矫正，它只有这么一个效果。我把这里面放进去，把这个牌塞到里面去，它是有一个起到，一个是起到保护牌的作用，还有一个是起到把牌啊矫正的作用。因为很多魔术师，因为他魔术师玩的这个牌啊都比较贵的，有的是几十块、几百块、上千块都有，啊，一般的人呢都会选择用一个。这个牌夹那也非常漂亮，把牌夹给它装到里面，一个是好看，再一个是呢它起到保护牌和矫正牌的作用，它本身自己没有任何的魔术效果。